你说了不算，来啊，徐静，你不是很爱他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究竟能为他做到什么地步。说不准，我就被你们的爱感动了，就让你们见面了。都说宝刀锋利，能瞬间削骨毙命。你放心，我这把是钝刀，既难扎进。 又难拔出，要不你就扎自己一下，扎到我满意，我就告诉你芙蓉在哪儿。扎呀！ 我倒要看看你能为了他做到什么程度。他在哪儿？你以为你很深情啊？我现在改主意了。 你们两个之间只能活一个。如果你现在就愿意替芙蓉去死，那我就放了他。你百般推诿，就是不想告诉我芙蓉到底在哪儿。你如此对我，你还想不想知道芙蓉在哪儿了？说！ 说这芙蓉在哪儿，我就饶你一命。既然你那么爱他，我就用我的命来还你余生再见不到他的痛苦。长言。 你不能死！你不能死！芙蓉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芙蓉到底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。芙蓉她在哪儿？芙蓉她在哪儿？你说，芙蓉，她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